放第一炮嘅炮仗声啊！首先请上年度出到第一炮的祠堂专花炮会的醒狮团到大会彩青，这个青就是花开富贵椰子青，请大家慢慢欣赏。
Thank you.
上年度抽到第一炮的祠堂村花炮会的代表邓直成先生上台抽炮。一阵间以下舞狮的醒狮团先，大家揸紧嘅时间啊，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啊。这不会不洗手啊？有位都有要洗手嘅。第五炮啊！走，你睇啦，你。哇！北围村系啊，新年系十啊，十一。恭喜祠堂村抽到系第十一炮嘅。